内马尔儿子七岁开生日派对，亲妈来了，两任女友同时到场。内马尔在距离儿子卢卡七岁的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就已经给卢卡举办生日派对。原因可能是内马尔考虑到以后联赛欧冠的比赛训练时间因素，也可能是内马尔给卢卡过的是农历生日。派对的亮点就是内马尔二任女友都到场了，除了现任女友布鲁娜，前任女友也就是儿子卢卡的亲妈也来了。一看就知道卢卡的肤色相貌都随亲妈更多。不过球迷发现二任女友未避免尴尬，没有同框出镜。同时内马尔还邀请了卢卡的很多同学，场面很温馨。陪同学，不管是卢卡亲妈有了新家庭，还是爸爸有了新家庭，并不影响卢卡拥有亲人更多的陪伴以及父母的爱。